一下是不是？最近我的自由是比较好。对对啊，我感觉自由是有点是有进步。坐上去，然后一个推啊，然后过去再一个推。所以嘛，慢慢来修的，我讲我们慢慢来修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有。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吗？因为我腿。不是啊，你叫我腿力，我去找小杜啊，你叫别人颠啊，我就不能颠。想颠颠啊？哎呀，他们那个腿力。有机会参赛啊，你们当谁的意思？他是大家一起的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紧接着是第五场次，第一组男子五十公女子五十公尺仰式计时决赛，水道介绍，第二水道江静花，第三水道杜林毅头等泳会。